天我们跟各位见证一下诺斯氪金肥宅在今年呢加入我们的买听大家庭。这个钱看下去，我希望我不要后悔，帮我按赞按起来，喜欢给我点起来。靠腰嘞！哦，没事没事没事，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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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花钱都不会延迟，真的。今天到底是非洲人还是欧洲人？看今天呐、啊，真的。来来来，我觉得我应该不会那么衰。红卡哦，没有红卡，第一包没有，第一包没有。我这只已经太多只了。哦，蓝卡，蓝卡可以啦，因为这是我有了吼。绿卡，好，这次至少我没有。我吐了，妈的！我吐了，绿、啊。好 ，Robo Pack，OK，、okay, 至少是我没有了卡。我不是美国人，不要一直给我绿卡。妈的，岂有此理！各位，大家帮我按起来。好，至少。至少这些目前为止都是我没有的卡，我往好处想，蓝卡，你他妈的斯里兰卡，好啊！但我他妈的蓝金卡，哎，谢谢，他妈的同一张。紫卡的话是不是教练卡？他妈四角啊！哦，好好好，绿卡啊！没有，我刚刚看他没有抖，就知道他一定是教练卡。Tree Lawrence， 他妈的又是。They ask you how you are,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re fine when you're not really fine. 至少知道我没有。哦，可以可以可以，红卡已经是这一包里面最大的，一整包里面是没有紫卡的。因为它是收集奖励，我希望是我没有的卡哦，我真心希望哦。我第一次抽卡包抽到什么卡？就是他妈法妈欧登！哦哦哦哦哦哦哦！幸好你补我一张，幸好你补我一张，不要跟我开这个玩笑。至少我没有。教练卡 ，Oh my gosh！ 要不要喊我有了啦？我希望你们超级留言或什么订阅什么都帮我做起来，这是花血本在做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太嗨了吧！太非洲了，我他妈 ！Eddie Curry， 你男朋友是个非洲人。哇、哦！谢谢肖志宽的1500块，感谢你帮我按一下这个，就这个就好。对，你帮我按一下，我看一下。我也是个非洲人。蓝卡，斯里兰卡，我有了啦！我再按一下。你好，你再按，你再按。这柱里面最后一包，我怎么觉得按了之后你会裂开？我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妈还真的还有，我是我有的，我怎么16分钟我已经那个啦，什么都没有了。我看一下拉拉熊。我讲一下这个拉拉熊的来历啊，这只拉拉熊呢，这只可爱的拉拉熊呢，是 Wins 他在善导师旁边有一家有抽一番赏的 Seven 呢，我花了360块，一抽买一送一，就是180块一抽，我们抽两抽，一个呢，算是 B 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A 赏，就是他直接把两个最大奖直接抽到手上，我相信由我们的拉拉熊来当做我们今天的抽奖来宾是非常适合的，他的手看起来这么的娇贵，你看他那个小手手。Hello， 这一包再没抽到，我就要买的，一定不是万年大楼，一定不是万年大楼。其实我想一想，我应该买 MT 的，因为 MT 是100万，我可以抽到爽。这次当我化学买教训，4600这张打水漂，等，来来来，
他妈跟寡掉我两样。绿卡，这张我有了。蓝卡，斯里兰卡，谢谢。可以，我至少不要是我有的，至少不要是我有的。这张好像我日程有给我一张，所以算我有的，但还可以。你没有叫我四季大盘子啊？哎，银卡吗？哦，蓝卡，蓝卡，斯里兰卡，谢谢。哦，这张我没有，这张我没有，可以。我每年都有 logo 是不是？没关系，我花这四千六买这 logo， 斯里兰卡，再来一张，谢谢啊，麦克米勒，麦克米勒好用，这张卡片。我推荐各位去买这张，这张卡真的好用，该来了吧？哇，连续好几张的蓝卡，谢谢。不一样的哦 ，Trevor Reza 我没有 ，Trevor Reza 也是防守悍将，这张卡也是好用。嗯，这包还好，这包就没有那么那个。哦，但这张我没有 ，Darren Clemson 我没有。各位按赞包按起来哦。哦吼，哎、欸，真的哎、欸，位置拉拉熊有差哎、欸。哦，还。多送我一个钻石鞋，有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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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卡给谁？有，可以 ，George Gervin 冰人，这张好用，这张真的好用。他投篮没那么好用，但是他防守很强，他四技强。哦，绿卡可以，绿卡普通还可以，可以。哦，没有，这张我没有，这张我没有，这包没有。斯里兰卡，谢谢。这张我没有，这张我没有。有了有了有了，可惜不是你。嘿，我刀这个绿卡，干！拉熊用脚是不是？拉熊手没用，那脚呢？哎、欸，这张我没有，注意啦！如果你看到没有，有个机会。绿卡，哇，连续两张同一张是怎样？哎、欸，话不能乱讲哦，讲完就哎呦，那个 Kenny Walker 没有啊、我们的来宾拉拉熊累了，让他休息，主要是我手酸，哈哈。哎，小拉拉熊，小拉，来来来，哎、欸，我来看看今天可以帮诺斯抽到什么哟，来来来，抽，你有想过拉拉熊感受吗？哎呦 ，Jerry's Steak House 可以，这张卡可以。没有，就是拉拉熊那么可爱，他不会计较这些事情的。对，救人不计较，救人不计较，救人不计较吗？我会计较你把他丢在日本的地上。哦，这他是有故事的。当初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就是当做拉拉熊的熊爸爸，然后就带他出去玩。我拍照拍到一半，就是我突然觉得手怎么空空的，掉在日本街头。然后呢？还有个很可爱的小故事，他呢是出现在就是有点类似车站旁边的那个派出所那边，一只熊熊孤苦伶仃坐在那边，位置就是转过头看到他的时候，哦，有看到他，然后就把他拿回来这样。对不起啊，我要先吓你。那没关系，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买的比较好，我要买。哦，这张卡没有 ，Antonio Mardis， 篮板王哎、欸，可以。剩下最后三包。红卡哎、欸，碎了，他又帮我抽红卡。你好，主播诺斯，我默默加入了会员两年，希望你能够做当初的 GDP 组合，把龙王换成甜瓜，然后会拿几多冠军。好，这件事情我会做。这个是谁呢？这张卡是谁呢？不要喇嘛沃顿我都可以，因为我已经抽三张喇嘛沃顿会踢笑，你知道吗？来，各位喜欢给我点起来，谢谢各位。来，随便一张 ，Danny Granger，OK、okay。最后这两包我觉得没忘哦。Todd Meyer 这张卡我好像也没有。最后再来个蓝卡回本好不好？啊，绿卡吗？啊，但至少这张我没有。防守很强的控球后卫。我们现在还缺几张卡我用买的，因为说认真的就是也哦，他其实帮我算，我、哦、靠，这包完全没东西怎样？好，我这边的话先把 Brent Hill 给买回来。Ladies and gentlemen， 钻石 Shaquille O'Neal， 我没记错的话是5000多，靠腰。你下一次吃什么？吃草，吃草。